请问人要往生进前，先怎业力的现前？又搁为什么元清祭祖会来找咱？而且选择往生这个时阵？世出世法，情理拢共款。你有真多元清祭祖，你现在住伫这所在，伊未来抓你。为什么呢？伊等待机会啊！你现在也未发达，来找你也无路用啊。但你什么时候有钱咯，伊就来找你讨债咯。如果你讲啊，要出国去移民走咯，伊马上就来咯。为什么？你走了后，伊无得去找你咯。啊，你想往生进入世界，那就是移民去进入世界去，那真麻烦大了，以后找不到你了。所以你也是无动心进前，拢来了，拢来找你了，就是这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你明白这道理，你就要知影讲，平常咱那个一切人、一切物，较卖结怨。包括这些动物啊，你杀害你不能抓罪说这是小动物啊，一只蚊虫、一只狗仔还不算什么，伊也是一条命呢。啊，你在往生的时阵，伊也会来找你啊。你也无害伊命呢，欠钱害钱啊，欠命害命。你欠这一大堆债啊，拢无害清啊，你想要走，哪会放伊去呢？绝对啊，唔放你耍。有真侪人啊，往生的时阵平平安安走去了。元清祭祖的时阵，咱就是也无结婚的来找伊麻烦啦。啊，咱基树林啊、老那长啊，都是这个例啊。但讲别老基树往生时阵，唔是无元清祭祖，元清祭祖真多啊。为什么这元清祭祖无来障碍伊呢？因为啊，伊逐天念经啊、拜佛啊，将功德回向给这元清祭祖，缘何咯？这人得到安慰咯，会用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，做佛了后回来再来度阮啦。所以啊，伊就未去找麻烦咯。啊，你若无这个念头啊，这个人袂放你耍呀。佛法讲是法界，是法界就是十条路，临终以后会去到位。人死了后啊，要去到一道呢，就是最后一念。最后的一念，啥人有把握？确实无把握。所以人的临终，这真正是大事啊。你死了要去到位呢？你按怎去法呢？这是大事啊。所以佛教导咱，咱在这个一生当中，爱修仙，爱修好，爱积功累德啊，做这些好事，为什么呢？为就是讲临终的时阵有福报啊。这个福报就是临终的时阵心地清澈啊，未迷惑，未颠倒。临终有善知识来帮助，这是大福报啊！哪讲是无福报的人，临终的时阵迷惑颠倒，心地不清，啊，这就真麻烦了。就是讲你啊，拄到善知识也袂用哩，伊啊心地不清、迷惑颠倒啊，决定也是会对恶道啊。如果这一生
修这个宫殿四星。啊，你啊转世，也是讲你来世这个生活环境，一定啊比这一生较好，过较舒心啊。你有福报啊！如果你做作的是一挂罪业，你去啊转世，你的环境一定是不如你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！你会过得更加辛苦啊！啊，只有讲去倒一倒去，去修心，去倒一倒去转世。啊，这个决定在家己啊。在家己的念头啊，孔夫子所讲的，以礼为主，不以群分啊，也是说明这个道理。无量无边的法界，你甲倒一个法界啊相应，咱言语内面啊所讲的啊，你甲倒一个法界正义相投，你就入去迄法界啊。连智处相投啊，你看爱念佛的人都会去佛堂啊，大家对这有同好啊，爱跋筊的人啊都会去筊场啊，爱跳舞的人都会去舞厅，这就好比你去修心啦，你去转世啊，你去倒去转，对你介意转的所在去转啦。每一个人的喜乐啊是无同款的，咱仔细观察这个世间，确实只有一部分的人爱这个财富，介意财色名食睡，介意这物件，这是佛法讲的贪爱啊。贪爱的心动去五鬼道啊，为什么鬼里面大家都是贪心啊？所以你跟他相应啊，祖祖连连啊就跟他相合，你转去那道去咯，这道轻回心动啊，这个啊跟地狱相应啊，有其无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善恶，甚至厉害拢创颠倒病咯，这种人四鬼拢是啊。伊甲铁线都相应啊，知影做人的道理，守着做人的基本德行，伊袂失人心啊。来生也会来到领导
来转世啊。如果道德理念真高呢，伊就会去天道去转世啊。知影念佛的道理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伊就会去西方极乐世界去转世啊。这是第一殊胜，转世内面是无以伦比的啊！诸佛拢赞叹啊！在佛法内面讲，摆在面前十条路，是法界啊！你啊死了后，你要去倒一个法界去呢？这都要有智慧啊，要有选择啊。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很复杂啊，里面也有无量啊。你说我选佛法界，好，没错啊，不如无量佛啊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你也要去倒一个刹土去呢？啊，咱今仔日是老师啊，替咱选择个啊，咱依教奉行，释迦牟尼佛劝导咱选择阿弥陀佛的净土啊。啊，咱是咧惊什么呢？就是灾难现前。也有人讲，这个世间会爆发玉珠战争，玉珠弹在空中爆发，咱就真正咧看烟火同款啊，看真快乐。啊，咱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咯，一点啊恐怖都拢无啊。经常常常提醒咱啊，远离恐怖梦想啊。所以灾难来了，未恐怖啊！家己才会当做主宰啊！要若我灾难现前，家己一个惊吓，一个惊死，完了，三恶都去了。要咱今仔日爱练这个功夫啊！什么款的灾难现前呐、啊？拢啊不惊不怖，心是定的、啊。有主宰咯，决定也是有好去处啊。变作帮助真济岁父母对佛教升起正信，临终之前会当拄到善缘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问题问啊真好。咱会当啊，看到这个啊，你对父母的孝心，会将父母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大孝啊！孝顺父母，这无比这更加殊胜的啊！父母生到西方去做佛咯。那讲是永远脱离轮回，伊也永远脱离十法界。啊，实在讲，每一个念佛的同学，对老人拢爱有这份的心，这是啊，大孝之心吗？要按怎来去影响伊呢？伊是家己爱真做啊。对家己做起，啊，对我的心做起，啊，对我的心做起，感动父母啊！尤其将阿着机会、机缘，父母伫欢喜的时阵，或者伫咧食饭的时阵。
有限的时阵来加工一点啊。念佛啊，求生净土的这个道理啊，啊，这个往生殊胜果报的故事，亲像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，当然上好的就是云台。啊，眼前呢，念佛往生随上稀有，才会听到了后，真会当感动人。伊讲一寡遮个故事，予老大人听，劝遮个老人认知念佛往生啊，是无比的殊胜。伊啊，才会将这个妄言放下，一心专念。厝内底父母年岁真大，又搁参像得要老人痴呆症，要安怎解何解？这个真麻烦啦、啊，这个家己啊，一定得爱啊，断恶修仙啦、啊，这功累德啊，来回向何伊啊？平常咱回向是爱无具体的功德咧，迄回向啊，未起作用。你看愿意出功德，什么功德？什么功德呢？无功德是未用的啊，回向拢会落空啊！啊，最好的功德是什么呢？是家己依教奉行啊！你看地藏经上啊，都是好榜样。婆罗门女、观摩女，伊家己真修啊，真做啊。伊迄是真正有功德啊！伊将迄功德回向，啊，咱今仔是念几句啊经文，这就无路用啊。啊，婆罗门女，你甲看，伊会当伫这个定中看到这个，鬼王甲伊讲啊，伊若不升天咯，迄是什么呢？迄是。啊，咱看这经文顶面，伊虽然念佛的时间只有一日一暝，一日一暝啊，这是伊念到一心不乱啦。那、啊、所以鬼王称伊菩萨啦、啊。伊若无到迄境界来讲，伊看未到这个地狱，只有菩萨才看会到啊。你就知影讲迄个心的真诚啊，真诚心，弥陀经常讲的啊，六一、六二、六三日。伊会当伫即个一日一暝啊，伊就达到转凡升仙咯，从此功德回向回老母，伊老母啊升天咯。啊，这个公婆女是咧梦中境界，梦中境界啊，迄、那个功夫就较差一点啊。伫咱啊一般咧讲啊，伊个功夫啊是咱讲功夫升天咯，伊无第一心。第一心才是真正菩萨啦，伊是功夫成片啦，所以老母啊，也得过等来到人间来，生伫这个下贱之家，寿命只有十三岁，才过转世。啊，伊无婆罗门女，因老母遐尼啊殊胜，这就是伊功夫阿未达到。啊，你对这所在去个想呢，回向爱有真实功德啊，无真实功德，你提什么来回向？这真重要，所以心爱真诚，绝对唔能有丝毫的虚伪，而且非常啊重要。啊，这个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咱念头一转，真正是无量功德，就是啊，念头爱真正转过来，啊，从今而后为正法救助。为普度苦难众生，为因服务，绝对未为家己。啊，这个、功德就真大了，这转过来就真大。那公司要有自私自利，要贪嗔痴慢，
这不行的，这不管你安怎做，而且是你这个功德是免讲的，只有一点啊福德，福德。做丹经内面讲啊，真正清楚，福德袂当啊，就这款代志。这丹经顶面讲啊，处事福不能救啊，处事是生死大事啊，福德是无办法，爱功德。功德是你啊，整个念头转过来。请问皈依前，敢会当对亡者入土？如果这个皈依前顶面啊，无印着佛像，会用呢？那公司印着佛像啊，就袂用了。啊，实在来讲，这个先人的皈依前，这子孙留落来，也是上界好的纪念。如果这个李孙也合佛，会当甲伊啊，服侍伫这个佛像的边啊，这是啊孝心啊，孝思啊，常常念着这个啊，这过去的父母，从家己修这个功德，回向予伊啊，啊，常常提醒家己啊，断恶修善啊。亡者棺材内加一挂香塔、沉香茶、青花，或者是加苦丝纸钱，多一种做法如理如法。棺材内面会当唔免放纸钱啊，啊，放只个真像只个大茶、沉香啊，这个会用的，这个好啊，放着只个真好。出家人把书记信的时阵，观察来对用这个，没用抓钱。在内蒙古地区，送亡者去火化场的时，拿着黄盖，顶冠有佛菩萨的面号，请问安尼敢有如法？应该安怎做，会当让亡者亲友升起信心？各所在。风俗习惯是无同，应当亲戚朋友大家习惯当地，哎呦啊，当地的礼俗来做，大家心内拢欢喜啊。啊，用其他所在，你也先说明啊，但是若无说明啊，别人就会怪你啊。一点爱办啦，这和亲戚朋友啊，会当啊生起信心。对于亡者是关系真大。如果亡者修行如法，临走的时阵，随上仪友啊，大家看到拢会生起信心嘛。也有一寡感应真多，也会当啊，予人失去信心。关于犯人，应该是判死刑的犯人。在临终之前，将伊有价值的器官出卖，得到一笔钱留予厝内底人。这个器官会当予有需要的活人用。有的技师想做这种代志。请问安尼做的行为，敢是应该？因果关系是安怎？如果犯人是以家己的爱心，想出卖的器官，帮助厝内人，这个心是善心嘛？是值得。赞叹，临终发这个心是一个好心。啊，想看卖，挂切的痛苦是不是当
林秀呢？是不是啊？未生亲灰心，关键伫即地啊！实实在在来讲呢，这个影响下一世啊，去投生，下一世要去倒一倒，这个真正重要。这是世间人讲的啊，讲滚球，这滚球袂当讲啊，所以一定要慎重啊。佛的经常甲咱讲的啊，人伫命中了后啊，一般来讲，亲戚大概拢伫个八小时以后啊，才会离开这个身体。啊，亲戚离开啊，身体了后啊。这个身体就纯粹属于物质咯，也唔知会疼咯。啊，讲是身色还未离开，虽然断开咯，甚至我现在这个医疗设备啊，诊断也这个脑啊、脑波啊，已经无咯。所以啊，宣布脑死咯，脑波啊是停止咯，脉也停咯，呼吸也停咯，心息还未离开啊。啊，心息无离开，伊知影会疼，啊，这时阵甲挂伊的这个器官，伊啊，心息生啊。有慧心，是不是会生亲慧心呢？关键在这地啊，那讲在这时阵生亲慧心，这个人一定是对恶道啊。